一说到路虎，大家都知道，听到它，脑海里就会浮现它霸气的车型。路虎在中国还深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。生产路虎的路虎公司是英国一家古老的汽车公司。2010年，路虎卫士在中国正式上市。至此，路虎已将旗下全系列产品引向了中国。近几年，路虎凭着路虎霸气不凡的车型、优良的随车系统，得到了更多爱车一族的青睐。但它的价格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，即使买了，也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爱车。可最近，一位温州的男士却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况。他花了78万买了一辆崭新的路虎，可是买完之后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车子第二天就出现了故障。男子觉得很无语，自己刚买的车连让车子刮蹭的机会都还没有，他就自己出现了故障。于是该男子联系了 4S 店，反映了自己的情况，想换一辆，可是得到的回应却是这样的情况不影响安全驾驶，不符合退换的标准，双方现在就这个情况形成了僵局。该男子认为这车是自己刚买，还没正式驾驶，可第二天就坏了，这种情况他不能接受。如果是开了一年半载，车子出现故障还能理解，可这才第二天，让人怎么接受？还是完全崭新的车就出现故障，这车实在是不能让人有安全感，感觉自己买了一个假路虎。 4S 店方面给出的回应是，车子出现的故障是可以通过维修解决的，但并不符合退还的条件。依据有关规定，该故障车可以先进行修理，如果修复实在不能解决问题， 4S 店可以提供退还的服务。目前该男子正在与 4S 店协商中。